胶多，塑胶垃圾，宝丽龙，塑胶类，塑胶烟蒂，宝丽龙，玻璃。你有什么感想？我蛮想，我第一次到这么脏的沙滩来，希望大家来海边玩，还是把垃圾都带回去比较好一点。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让大家能够认识这个事情。环境是大家的，所以应该要大家一起来维护。欢迎大家一起来捡。